大家好，我是黄静怡。新闻一开始要告诉您，纽崔莱星期日在台中首发登场，今年不但参与人数更胜以往，规模也更加的盛大精彩。还有美女主播卓君泽到了现场为车友们加油打气，许多车友今年都是第一次参加挑战组，靠着坚定的意志力骑完比赛，还纷纷表示每年都要继续来参加。现在就带你一起感受伙伴骑车的乐趣。请迎接2016年纽崔莱星期日的正式开始。枪声一响，2016纽崔莱星期日台中场正式开始。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携家带眷一起参加这场单车界的年度盛会。安利公司总经理陈慧文表示，今年的星期日活动和往年相比更加盛大精彩。我想今年的特色也更多，除了我们大家的所谓的更这么多人的一个骑乘活动以外，另外活动完毕以后到这边来还有原油会，邀请大家一定要共襄盛举，因为今年的星期日活动迈入第八年，参加的人数更胜以往。美女主播卓君泽也化身热血骑士为现场车友们加油打气，而许多车友挥汗完赛还意犹未尽，纷纷表示未来还要继续参加。你是第一次参加吗？对，就觉得蛮健康的，然后就每个人都打招呼，其实都蛮亲切这样子。如果只有家庭的话，会带小朋友，因为其实刚才看到蛮多家庭有小朋友戏班这样子。就是第一次参加休闲组，后来就参加挑战组，哇，好累啊！对，就骑完了非常好，很开心。之后还会想要继续参加？哦，当然啦、啊，每年都要来。又是摇奖牌又是摆 pose， 伙伴们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。许多伙伴都是第一次参加挑战组，只说过程虽然艰辛，但只要凭借坚定的意志力就能顺利抵达终点。而接下来高雄和台北场也将陆续登场，让全台民众都能享受健康的单车之旅。纽崔莱星期日耶！安利新闻林一慧、廖俊潮台中报道。除了迷人的单车盛会，纽崔莱嘉年华也热闹在台中平林森林公园展开，不但有精彩的歌舞表演，还有超值大奖摸彩活动，现场气氛是嗨到最高点哦！许多体验活动也让伙伴们玩的是不亦乐乎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嘉年华的精彩活动。主唱高亢的嗓音将现场气氛炒到最高点，在纽崔莱嘉年华的活动现场，除了热闹的歌舞表演，摸彩活动更是不能错过的重头戏。幸运中奖的伙伴上台笑得合不拢嘴，除了有高级小折可以带回家，还有这位幸运得主更是当场抽中最新的智慧型手机，羡煞旁人。我抽到 iPhone 7耶，耶！非常的幸运哎，好开心哦！现场还有纽崔莱农场体验活动，让大小朋友更了解营养相关知识。民众还能在 3D 地景合照区摆出俏皮姿势，玩的是不亦乐乎。有，刚刚就把它参加完了，觉得还不错。对对对，希望公司能一年办的比一年还好，然后我们直销商来参加的也可以越来越多。一年一度的纽崔莱嘉年华不仅有许多好康赠品大放送，还能凝聚亲子间的感情，也让伙伴们都留下难忘回忆。纽崔莱，纽崔莱 ，Go Go Go！ 安利新闻林一慧、廖俊潮台中报道。样妈姐妹淘野餐日紧接着在纽崔莱星期日后马上热闹登场，好多有趣的亲子体验活动，像是可以听故事的树屋，会变彩妆魔法的魔术师，样妈咪小厨房示范营养小餐点等等，一连串丰富的活动哦，让大小朋友们都度过精彩的下午。1、2、3、4，变魔法。西瓜哥哥热闹带动小朋友们劲歌热舞，样妈姐妹淘野餐日上不只有唱唱跳跳，还有许多好玩的亲子体验。可爱的树屋里，小朋友们就聚精会神地听着台上姐姐分享有关水的故事，旁边还有妈咪的温暖陪伴。
可以透过故事里面比较生动的内容，让他了解一些很活泼的一些那个生活的事物，学到一些知识啊，生活常识。哎，然后小孩子也很开心。我让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生小 baby 出来。这一头还有魔术师神奇变魔术，还一边问问题，只要抢答答对，马上拿到一支现在最夯的 LED 近光唇蜜，彩妆魔法让大家超开心。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打开。上还有样妈咪小厨房，厨师用不粘锅现场示范营养小餐点。看看这一道超可爱的玉子烧，用的可是从澎湖来的海藻，低油低盐的料理，小朋友们喜欢，妈妈也好放心。像他们这样子啊，不用油不用盐，小孩子吃起来很健康。对，还有香蕉鲜奶加上香草口味的营养饮品，果汁机一打马上变成冰凉好喝的水果奶昔，大家抢着试喝尝鲜。一连串丰富的活动陪伴大小朋友们度过精彩的下午。安利新闻廖芬杨静台中报道。样妈姐妹淘野餐日上，许多家庭们都是惜家带眷来野餐，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沙拉和水果，那么小朋友们在草皮上开心的嬉戏，而年轻的妈咪们则是和姐妹们聊起妈妈经。其实哦，加入样妈姐妹淘好处多多，不只时常会有各式各样的有趣活动，还会以生活化的角度举办一系列的体验品牌活动，让大家感受更健康美丽的生活。丰富的水果沙拉和面包摆满了小餐桌，温馨的样妈咪姐妹淘野餐日上，许多人都是惜家带眷，家庭们咻咻来野餐，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，有的吹起大泡泡，高兴的追逐着，这一头还能打棒球，又叫又跳，开心的年轻妈咪们则是和姐妹们讲起悄悄话。哎，我们今天是第一次野餐，然后可以跟那个很多姐妹就是一起聊天，然后聊一些育儿的事情这样子。可以一起讲老公的坏话，然后一起在私底下抱怨啊。对啊，对，这个野餐真不错。小男生开着玩具车，架势十足，好天气里就该全家出游。安利直销生活会员，而且有0到6岁宝贝的妈咪，经过安利服务据点认证为样妈姐妹淘，就可以在现场兑换专属好礼，野餐垫加上膳魔师保冷壶4件组。看看大家，其实野餐都好专业，各式各样形状、花花绿绿的帐篷布满整个活动会场。本来我觉得就是要有这种户外的活动，然后让孩子有活动的空间，然后也有学习到很多正确的知识，这样还可以顺便让爸爸都参与一起嘛，不是只有妈妈，是育儿的工作这样子。我觉得这样子的凝聚会让大家的心更聚在一起。加入样妈姐妹淘，不止常会有各式各样的有趣活动，还会以生活化的角度举办一系列的互动方式体验品牌，让大家感受更健康美丽的生活。而热闹的野餐日就在暖暖的阳光下，大小朋友们都享受了美好的午后时光。安利新闻廖一芬杨静台中报道。下期新闻我们还要告诉您，最近台湾各地都传出空气品质监测达到危险紫爆的等级，而全球大环境下空气污染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呢？空气污染专家范豪毅将亲自为您剖析。请您持续锁定安利新闻，我们下次见。